自顾自把目标锁定了马维忠，要媒体去美国找马维忠要答案。金鱼赵医师说你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哎。我跟你讲，我建议你们十分之一的记者就好了，去把马维忠围回来，那这样子马英九他就会学会怎么叫做爱民如子。我给你们一个良心的建议。女副总统呼吁妈妈出来说明。我刚刚给你们那一个建议，我麻烦你们参考一下。为什么不先？好，这是建议。